Hello，不好意思，我有点迟到了。听得可以到我听得说到话我？吗？可以，你听得哦，到我说话吗？我也听得到你说话。等我一下下，嗯，我才刚上班。慢慢来，嗯，慢慢来。喂。喂，喂，我在 kitchen 呢上班，一个很偏僻的乡下。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叫郭新玉，然后我在大学行销系毕业，现在在温哥华念设计硕士，然后我的设计领域是服务设计。然后我这4个月是在Ontario 的州政府的一个 Rapid Prototyping Lab 实习，然后我的职位是 Interaction Designer，或者说是 User Experience Designer。然后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着重在当服务设计进入到公部门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跟商业领域的差别，然后服务设计的方法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这个访谈会将近30到40分钟，然后我的论文应该是明年5月的时候发表，然后发表的时候会再 share link 给你这样。好，那我在这边我会on the record，然后我们可以整个访谈完之后再决定要只放文字稿出来，还是要录影，或者是录音放出来，都看你决定这样。然后，所以现在可以开始了吗？大家请啊，请，不用客气，可以请你分享一下你如何看待台湾的开放政府吗？台湾的开放政府是蛮新的一件事情，大概这4个字在政治场域被提出是2014年左右，尤其是在占领运动之后的市长选举，那当时无论是台北市长或台南市长的候选人，都以这个作为他们主要的竞选的政见，所以到现在也才不到4年而已，可以说是一个蛮新兴的一个概念。那在这里面，当然大部分人现在都觉得说，每一届的政府或者每一年的政府都要比前一年的更开放，但是具体开放是什么意思，现在大家都还不一定有非常一致的想象。少数大家可以同意的，大概就是要让公共政策的制定的过程更透明，以及在制定的过程里面，如果大家看到了有什么不太对的地方，不管是要踩油门、踩刹车，还是转方向盘，应该都要有能够参与的地方。那这是参与跟透明两个基本的价值。那我们自己在 PDS，就是在中央的公共数位创新空间，我们对于透明跟参与当然是很在意，但是我们特别强调 accountability，就是参与之后到底这些意见跑哪里去了。说到做到的这个中文可以翻成当责，就是我们该当负责，也可以翻成问责，就是有参与过的人可以随时提问题，我们都要及时的来回应，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客责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然后我们也很在意 inclusion，那 inclusion，一般翻成涵容，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采用了开放政府程序，反而让本来能参加的人不能参加了，或者让本来可以看得到政府在做什么事情的反而看不到了。我们每一次采用一个开放政府程序，应当是让多一些人可以加入，而不是排除掉一些人。所以accountability 跟 inclusion 是我们办公室特别在意的两个价值。但是一般在台湾你碰到人，他们大概都会说透明跟参与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在说开放政府跟数位政府上面，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吗？可以说，如果开放政府没有数位的技术的话，那你要省民众1小时的力气，通常公务员就要付出1小时的时间。那长期看来，这是不永续的。
那但是有了数位科技之后，我们透过一些自动化的技术，我们就可以让大家都省力气，而不需要特别花力气下去。所以我可以说，数位政府它是开放政府的程序，可以在不造成公务体系太大的负担底下，还可以做到开放政府的一个必要，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所以你对台湾的开放政府的愿景是什么？我对台湾开放政府的愿景，简单来讲，就是要重建政府跟人民中间的信任，特别是在讲政府应该要透过开放政府程序来多信任人民一些。那或许有一天就会有一些人愿意更信任政府，但是无论如何，政府要先信任人民。那你在担任这政委的这近两年时间，这个愿景有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我们在各个部会现在听到5000个人联署也好，或者听到有什么新的参与程序出现也好，在以前都是充满了就是恐惧啊、不确定性啊、担忧啊这些感受。那现在我们透过开放政府联络人机制，也透过我们自己示范各种开放政府的方式，至少以我的了解，大部分的行政院的部会现在听到透明或参与的时候，心里的想象比较不是那种随时要被占领了，或者是随时要翻桌了的那种想象，反而他们会觉得说只要透过一系列的程序，那或许这些负面的力量也可以变成有建设性的贡献。当然不是每一次总是这样，但是我的感受是说他们的恐惧以及不确定性确实是减少了。所以在政治领域里，工程师与设计师相较于律师还有经济跟社会学家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如何把设计跟数位的思维带入政府体制？在公共工程的领域，工程师跟设计师本来就已经存在了。造桥铺路如果没有工程师或没有设计师的话，那造桥铺路大概也没有办法做得成。现在的问题只不过是以前造桥铺路的工程师设计师是大家看得见的，而且是摸得着的。那在那样子的一种大家都看得见的情况下，大家对于工程师设计师在做什么可能比较有一个概念，至少你有一个国际净土嘛，大家可以画得出一些这个有看得到的东西来。但是严格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产品设计跟服务设计的差别。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们对于有形有质的看得到的建设是把它当作一种产品在看待的。那在设计这些产品的过程里面，往往大家很难去讨论关于这个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它的体验是什么，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些词句去形容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变成是有形有质的公共工程大家比较好讨论，而无形无质的比较像是服务的这样子的工程比较难以讨论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并不会说设计师跟工程师是一种比较新的职业，我会说我们现在的设计的这种比较是不是基于水泥或者是钢筋这种看得到的东西的服务流程，它需要一系列转化的过程才能够让大家把它对应到本来对公共工程或者是对传统的硬体的设计师或工程师的理解跟思维上面。那这个语言的转换我觉得也是数位转换的一部分。所以在你与各国开放政府的交流中，台湾的开放政府有没有哪些优势或者是面临的困境？台湾的主要的优势大概有两个，一个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新的一个民主的政体，也就是说台湾从有能够做民主，但就是说解严或者说总统直选到现在，其实经过时间并不长，大概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那这个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讲，就是台湾并没有几百年的民主的传统，单一民主的传统在限制着做政治或者做法律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提到新的民主形式的时候，任何形式包含代议民主对台湾来讲都只有一代左右的时间，那它就不会变成一个惯性说这个我们整个社会已经非常习惯之前的民主形式，我们很难想象新的民主形式，台湾的想象空间是比较大的，此其一。那第二个部分是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跟环境的关系，我们是一个相对上人口密度比较高的一个岛，
那在这个情况下，当我们说宽频人权，就是任何人都有使用宽频网络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在技术上是比较容易做到，也真的做到大概九成左右了。所以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发展这种新兴民主的时候，我们比较不用太去考虑说，那如果你连不到网络会怎么样？你连不到网络的话，本来国家就应该要让你能够连得到网络。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是新兴的民主政体，一个是几乎所有人都连得到网络，这两个加起来在做开放政府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较创新或比较前瞻的东西可以去做，而不会付出太大的，好像是说让数位落差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的成本。嗯，那有哪些困难吗？台湾现在的这个阶段，我想做开放政府主要的一个困难，就是现有的就是公务体系也好，或者是民众对公务体系的期待也好，很多都还是在程序着，就是在解严以前的那种大的或者威权的政府的这种感觉。那当然新一代的，就是比我年轻的三十岁以下的朋友，大概都没有这样子的想象了，因为他们是数位的原住民。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是需要在不同的世代中间，对于政府的不同的想象里面加以磨合。就是说传统上还是会很多人觉得政府就是一个去做组织、去做分配、去做仲裁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新一代的朋友又期待政府是去找到共同的价值，基于价值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法的这样的角色，所以就会变成是不同世代的朋友对政府的期待不同。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挑战就是把这些不同的期待加以融合。嗯，那你有以哪几个国家为初心，就是进行台湾开放政府的设模板吗？没有，台湾当然是以我们实际的情况来作为讨论。因为国际上面讲开放政府这四个字，在好比像说开放政府伙伴关系里面，也是非常强调是每一个政体自己去按照自己政体那一个当下的阶段的需要，在不违背基本的就是透明参与课责和融的价值的前提底下，去设计自己的国家的行动计划。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参考了许多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挑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作为我们的模板。嗯，那如果说台湾政府是一个人的话，你会怎么形容他的人格特质？如果说台湾政府是一个人的话，那这个比喻实在是不太 work 哈。我不确定你在讲的这里的政府的意思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行政体系、立法体系、司法体系，还是什么别的？不如说你讲呢？在整个开放政府的这问题其实是我其中一个教授在我上学期的时候问我的，然后他是说，因为其实美国的开放政府他们实施的都有一定的方法论，然后在这样的不同的相同的方法论之下，每个政府是不是有他不同的 personality？ 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提问非常的有意思，它让我想到政治体，就是 body politic。最早是说一个国王或一个女王，她有两个身体，就是她肉体的身体跟她的国体的政体哈。那但是台湾大概没有这种想象了。我想台湾的政体很少被人想象成是某一个具有特定性格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硬要说的话，我会用一个词叫做 liminal， 就是正在青少年要转成大人，但是还没有理解到自己已经是大人了的那样子一种叫做就是 liminality 预境性，就是快要跨过那个灯打廊的关口，可是事实上还没有这样的自觉的这样子一种感受。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种人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发展阶段。嗯，现在我想要聚焦就是访谈问题在服务设计领域，请。所以在公服务的设计流程里有什么就是与你之前创业时有什么不同的吗？我之前的创业有非常多次，每一次也都完全不同，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你想要问的所谓不同是在哪个面向吗？
在服务设计像 persona journey map 这种服务设计的方法论，在你应用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你觉得有没有遇到什么阻碍？Well， 我想之前我如果你说我是在，因为我有在私部门服务过，就是只为买得起我们服务的人来设计。那我也有在开放源码，就是社群服务过。那就是任何想要用的人都是我的顾客，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服务理念。那我当然我觉得公部门的服务比较接近后者，就是任何想要用的都可以用。那但是公部门的服务还要再加上说。那些不想要用可是不得不用的人，因为我们在开放源码，也就是 open source community， 或者好比像说维基百科好了，大家来用的时候都是想用的时候来用的，并不会不想用了还非来用不可。但是在公部门的设计里面，特别注重 inclusion 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讲，好比像说报税啊，或者是用健保卡看病啊，他其实没得选，就是他并没有说他不想用了可以不用，他不想用也不得不用。所以我想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照顾到很多不得不用的人的使用习惯，而不能像之前在社群的时候一样，就是觉得说你如果来了的话表示你准备好了就可以使用，这是最大的差别。至于私部门，那当然是差别更多了，我就不特别多讲。嗯，因为像就是因为在服务设计在商业领域应该50几年的使用时间，然后在部门的话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然后我的论文的假设是因为在商业领域我们善用服务设计是为了就是优化使用者体验，然后提高它的顾客忠诚度，然后进而达到销售量的提升嘛。但是因为在公部门方面我们并没有利润这个元素在里面，就是我们的目的不同，然后所以在公部门的话可能会比较像提升民众对政府的参与度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方，就是在这样目的的不同下，服务设计的方法是不是要有什么样幅度的改变？当我们运用到政府服务设计的时候，可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开放原始码或者是自愿结合的这种网络社群，它也不是为了利润在工作的。那尤其是像Mozilla 或者是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叫现在叫社会企业，它当然也赚钱了，可是它的赚钱是前提是说它是使用者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的，它是价值上面的认同来导致它的使用，然后来导致它的利润，而不是它想办法吸引住了使用者，或者是让使用者沉迷来取得它的利润。所以我觉得它的出发点还是不同了，就是一个是 value based， 那另外一个它可能不是 value based， 它就是 conversion based。 那但是现在即使是要赚钱的企业，像一些所谓的 B 型企业或者是一些 ESG， 就是去做环境以及社会以及治理责任的企业，他们也越来越发现说让使用者参与这个企业本身的设计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甚至它会变成是以它的使用者或利害关系人为主，就是有点像合作社那样子的这构成了。所以我觉得很难一概而论说我们做公部门是为了提高参与率，而在企业不要提高参与率，因为现在有相当多的企业，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企业，也把参与率当作是跟赚钱一样重要或甚至更重要的事情。这个是前提上面我想要讲清楚的。那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公部门虽然诚如您说的赚钱并不是我们主要的目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是单纯的为了参与率，有很多时候我们设计出一个服务，它为了是减低公民去做某件事情他的认知的耗损或者是他的认知的成本。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设计上就是反映使用者真实的需求，而不是只是他说他想要什么东西的那个需求，我觉得无宁是一样重要或很多时候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使用者有真的有这样子的需要的时候，会比他
透过积极的参与来说，我想要什么东西至少要看成一样重要，而不是如你刚才所说的，好像是他跑来说我想要什么东西，怎么样我才愿意参与这个东西，把它当做最重要的价值。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跟他一样重要的价值，就是使用者的真实需求。所以如果在你落实公服务设计的经验，有没有什么是值得商业领域学习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是值得商业领域学习的地方？我想我们在公共服务领域有一个前提嘛，就是说任何人他都是可能的参与者，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政体，所以我们的服务设计会特别强调说，你在任何一个阶段如果看不顺眼的话，因为你是这个政体的公民，所以说你应该有这样子的权利，right， 当然也有这样子的权利 power，去进行修改，进行参与。那我们现在在设计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特别强调说，使用者看到政府这边做出来的半成品，或者是我们觉得是成品，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是半成品的东西，我们尽量要用一种伙伴关系的角色，也就是把我们制作出这个成品或半成品的材料，包含资料啊、API 啊，或者是讨论的过程啊，都尽可能的公开，让使用者能够自己重新组合成更接近他的需求的样子。那这件事情所谓的 open innovation 开放式创新，其实我刚才讲的很多业界的朋友们现在也都在使用，尤其是维基百科成功之后，大家更觉得说也许不只是群众募资，也是群众募想法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去拥抱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一家商业公司，他如果能够跟他的上下游一起进行创新的话，那他也可以尽可能的去使用就是这些上下游的朋友们的贡献，而不会只是好像 non-invented here， 就是他们所有的创造的力量都必须要来自于公司或者企业体的内部。我觉得适当的这种开放政府的治理模型是任何一家就是有社会参与的想法的企业都可以参照的。我的问题差不多就到这，没有任何问题对我吗？好，没有啊，没有，我们这样子才22分钟，所以非常的有效率啊。哦，对，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有开那个实习的梯次，你们今年10月跟11月有开那个实习的梯次吗？就是第三梯嘛。应该有吧，这个是方瑞跟舒阳在负责。对，因为我上网查，然后没有看到你办公室有开。因为我们这个梯次还在 run。对，我们这个梯次三个人。我在想，如果要申请的话，但是因为我人在国外，这样子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不会啊，我们也有一位这一梯次的是在纽约，而且两个月都在纽约，根本没有要回台湾。因为我现在的困境是因为我这梯次实习完之后，然后我回温哥华，但是因为我的学校跟政府的连结其实很少，所以我能有的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做一个 studio 的 work， 然后我想说如果可以有跟台湾就是有实习的机会的话，这样子我也可以顺便一起做 studio work， 然后因为我们有个 direct study 的 credit， 然后他就希望我们可以绑 TA 或者是 RA， 就是 research assistant。但是我不知道学校那里能不能找到一个给我，所以我想问问看台湾这里不知道有没有。OK 啊，我想我们的这个甄选的过程，它就是直接在就是教育部的那一个实习的那个网站，我们会开缺。那10月、11月那一次好像应该是9月左右吧，会开出来。那反正你跟方瑞是有联系的嘛，所以开出来的时候你就一样投履历，因为我并没有参与那个甄选的过程，那个完全是舒漾、方瑞他们在做，所以我想就跟他们保持联系就好。好，谢谢。好，所以今天就这样子。对，谢谢。好，那你愿意这个就是视讯我们直接放出来吗？可以，你这样放在你上那对，我就直接上传到 YouTube 上面。好，谢谢咯。谢谢，好，谢谢，拜拜。